各位观众大家好，一晃眼呀，二十年的时候，我在香港啊，作为一个媒体在关注这个香港的主权回归，但是我是属于逃兵了，就是主权回归以后，我就又回到了美国，但是有一位朋友，他一直留守在这个香港，他叫季树明先生，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更重要的是，对我们观众来讲，他是香港最顶尖的政治评论家，而且他不是一般的香港的本土的评论家，因为他所从事的这个媒体视野比较宽阔，他呢就是经常访问美国、加拿大，国际上很多国家，也去香港，尤其也去中国，所以他比一般的香港本土的评论家，有一个缺点。就可能不是那么的关心香港那些比较社会化的内容，但是他有一个优点，是香港本土评论家不太一样的，他就会更多的跟台湾、跟中国大陆、跟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一些比较，所以他的视野就比较宽阔，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季树明先生，季树明先生你好，哎，你好，何炳先生。你好你好，先把你鼓吹了一通啊，赞扬了一通，觉得不是虚拟啊，所以我们下面的评论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风采，也看到他非常独特的这个观察的这个角度啊。那么1997你也是在香港吗？对，97年我在香港，我是那个时候是跟着驻港部队这个采访，从深圳这个跨越过来，跨越到香港。哎，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凌晨几点？你是哪个部队啊？我是坦克部队还是什么装甲兵部队？那个时候很有意思，深圳那个时候挂了一条横幅，那个第二天苹果做头条的，金龙玉凤送三军，就是夜总会的金龙玉凤送三军，那个很有喜气，那个还看到他们那个横幅，那一晃就是20年了，那个这个20年去。那个说是弹指一挥间，但是这个里边啊，那个风风雨雨，各种各样的状况都很多，那个这个风雨变幻，就是像邓小平说的一句话，检验香港20年的发展，一国两制成功与否，就在于变与不变之间。对，所以你今天，你今天出了个题目，我觉得就非常好，你就出了一个20年。还有哪些没变的？我就是觉得很好，那个很好笑，暗自发笑。就是那个和平先生，可能是不是先定义已经都变了？那个我们找找还有不变的没有？有没有？对吧？其实啊，我们这个节目啊，变与不变都可以谈啊，只是说呢，我们做这个网络媒体，做视频媒体，包括现在做传统媒体，现在大家都叫标题党啊。因为大家的时间都很紧张，如果你标题不是那么性感，大家就未必有那么兴趣。哪怕你最好的内容呢，都是因为你标题过于平实啊，所以就大家不来看，所以我们不得不来，慢慢就变成标题党。所以我们没有参加共产党，也没有参加国民党，作为媒体人呢，不得不参加标题党。但是我们还是，对，邓小平在实际一国两制的时候有一句名言嘛，他就是讲。不变作为一个前提，就是一国两制，他当初在接见那个香港的一些代表团的时候就说，就我们设计的一国两制就是未来在香港的发展过程当中，它的社会经济制度那个不变，法律制度基本不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讲法律制度基本不变，那可能就是会有变嘛，对吧？那么包括香港的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等等地位都不50年不变，他当初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不变呢，是变成大家来衡量香港一国两制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到底变和不变。其实呢，这个从哲学的观点讲，变才是绝对的，那不变都是相对的。你就想那个香港刚刚回归的时候，最害怕的还不是那些商人，那有些商人他就移民了嘛，那最担心的还有台湾驻港机构，
当初台湾驻港机构就很担心，回归以后台湾驻港机构还能不能在香港有立锤之地。所以当初据说香港的香港的驻港机构，就是台湾的驻香港的驻港机构，就设立了一个那个 A 计划。什么 A 计划呢？就是那个到97年7月1号回归了，如果不允许驻港机构在香港待下去，那么他们全部迁到新加坡。然后呢，他们还担心什么呢？他们有那个一千多尺的台湾的书籍，上面都是标着中华民国这样台湾的书籍，这些书籍还能不能在香港生存？那但是最后实践证明，那个这一切都没有变，最后那个驻港机构可以在香港生存，台湾的那个书籍有中华民国这个标志的台湾书籍也可以在他们办公室存在，那一千多尺。但是你说没变吗？它又变了，有很大的变化。什么变化？我那个90年来的，我到了香港，每年的双十节10月10号，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满地的，尤其在九龙的弥敦道上，整条街两边挂满的全是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那个这个中华民国的色彩在这里很浓厚。但是回归以后，七月一九九七年二十年前的七月一号以后，你再也不会在街上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旗子。然后和台湾有关的活动不能在露天的场合那个召开，像双十节他们只能在借一个酒店开个酒会，你不能搞一个大球场或者有个大型的游行庆祝活动，这个都没有。你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二十年了，对，二十年就是变和不变当中，在发展中。嗯，那我们谈一谈台湾的机构。现在台湾的机构原来在香港也是叫准政府机构啊，就是一个是叫中华旅行社吧，原来是叫做中华旅行社，九七回归以后呢就改了。台北经济贸易那个办事处就改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还更加真实一点。还有一个软性的组织叫光华文化中心，对对对，光华文化中心没有变，还是叫光华文化中心。对，那个，我已经在中国时报，我已经在中国时报的同事啊，几度都担任这个，有几任呢，都是中国时报出来的，像平路啊。像这个江苏慧啊，对吧？对，这两位都是比较顶尖的这个中国时报的记者或者是专栏作家，他们都担任过这个主任啊，都是他们也是比较有名的作家吧，对吧？但是原来的一些国民党的机构啊，我记得这个是那个字怎么读啊？是吊颈岭呢，还是什么吊颈岭吗？吊颈岭，吊颈岭，吊颈岭现在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原来就是国民党的那些老兵啊，就是南下的留在香港的都住在那个区域里面啊。现在吊颈岭已经旧房全部推倒，现在盖起了高楼大厦，典型的香港的这个十四森林啊，这么一个情况，基本上原来的文化已经没有了。原来的这个香港人呢，就是和台湾的关系啊比较有意思。就是当时我也在香港，我很多朋友嘛啊，那么他们讲起台湾来讲呢，好像有一点不以为然，对吧？你遇到欧美去旅行移民，没有几个人想到台湾。但是九七年以后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到台湾去的时候啊，发现很多的旅行者、旅游者呀，来自于香港，而且呢，台湾现在的移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呢，居然是香港人，这点你注意到了吧？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台湾到台湾读书，香港人到台湾读书，这个数字增长也很快。这个我记得大概七八年前，
香港人到台湾的旅游数字就突破了100万，就是每年啊，到香港，他总共现在人口6、700万，他每年去台湾的旅游这个观光的人数突破了100万，然后呢，香港人的子女到台湾读书，这也成为他们一个选择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大概到3000人左右，每年有3000人的学生到那边去读书，那移民也当然也是在增加，因为移民增加是台湾的移民的门槛比较低，就适合那些中产以下的人士。你觉得香港缺少安全感，你可以到台湾去移民，它大概相当于有200万港币吧，你在那边买房子就可以移民了，那这个数字也在增加。所这以个这，对于香港来讲，比较容易达到啊。对，现在香港楼价又这么贵，这么高，这个就比较容易达到。那么事实上，这个到底香港20年怎么看？那我曾经有过思考，我写过文章，就香港那个20年有5个不变，但是也有5个变，OK，那你今天借啊。此机会再把你的文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讲讲那个5个不变和5个变。那最近那个大家香港的现在的气氛就在迎候那个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可能就是要带了一个庞大的一个政府机构，那甚至于那个我们第一手的航空母舰都会开到香港，是吧？那个也有说这是庆贺，也有说这是显示他的肌肉。对吧？对那个港独分子显示肌肉，那不管怎么说，这一次是北京非常隆重的要那个啊，来庆祝回归。那么这个当中呢，可以看出，因为最近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习近平带着6个常委，一共7个常委，到国家博物馆去看香港回归20年的这个展览。那么他讲了一段话。他讲了一段话，那个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应该是持完全肯定的这个一个定调，就是说香港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有目共睹的。那么他认为，这个一国两制不仅是解决香港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是香港未来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选择。那如果说他这么讲了以后，我就觉得中央基本上还是这个调子，维持一国两制，香港未来维持一国两制的决心没有变。虽然前段时期有一些声音，包括那个北京那些学者都提出，香港这么乱，这么不听话，要么就搞一国一制。那香港人当中，那个最近的调查。到2049年，就是50年，香港要不要实行一国一制，也有17%的人认为，2049年应该实行一国一制。那么这个里边当然有两种情况，一个可能中国发展了，中国也实行资本主义了，如果说做得比香港更好，民主化发展的进程更快。那当然没有必要再两制了，对吧？那个就是一国一制。那还另外一种理解比较负面的就是，就索性不管整个中国发展怎么样，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要实行，就都实行社会主义。那这个一国一制的比例要求再上升，比去年大概升了8个百分点。但是总体香港人还是认为需要到2049年也是要一国两制。那不管怎么说，就可以从习近平的话来看，我可以定位，就是说北京到目前为止还是要实行一国两制，这个决心应该没变，对吧？并没有说北京是想实行一国一制，把它全部拿回来。那因为什么呢？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一国两制不仅对香港好，应该说我觉得对北京也好，那对中国发展有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对中国发展
还是有它的可利用价值。不管你以后搞大湾区，对吧？那个广东珠海啊，广东那个澳门香港形成大湾区，不管你以后中国和国际上的怎么这个关系怎么发展，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它有自己的自主权，可能对中国的发展应该是利大于弊，所以北京没有改变这样的一个决心，这个是我看那个的一个没有变化。第二个没有变化，香港的老百姓对追求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应该也没有变，这二十年那没有人认为，或者当然可能也有少数人，没有人，大部分人不会认为希望享受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活方式，对吧？那个还是希望在香港能够享受到香港这样的一种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我想香港人的这种要求也没有变，所以对民主的要求，对吧？对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式的这种自由化的追求，实际上就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一种追求，这个香港人应该是没有变化。第三个，我觉得香港没有变化的，香港至今还是中国大陆，整个中国应该是最安全最繁荣的一个城市，相对内地来说啊，那个它还是一个最安全最繁荣的这个一个城市。那第四个没变的呢，尽管香港没有民主，但是它的自由和法治还存在，所以它会成为全中国那个大陆以外应该比较安全和自由的一个那个这么一个城市。那个因为我觉得相对我自己觉得香港的自由度和法治，我这二十年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虽然也会有一些媒体人的自律自我审查，这个也会有，但是没有到影响你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这个地步，对吧？这个可能在内地也是这样，也会有的时候自由一点，有的时候这个被压缩，空间压缩，这个情况也会存在。那么第五个呢，我就觉得香港目前的地位和作用对中国来说它还没有一个大的变化，如果真有大变化，真没有用了，弃之不惜了，那就是一国一制了，对吧？那现在它的这个香港作为中国向外走出去的一个平台和一个桥梁，很多时候还起到作用，尤其是那个中国大陆跟中国跟海外在外交上碰到问题，贸易上碰到问题，人民币汇率碰到问题，它往往可以起到一个综合或者说一个平衡的一个桥头堡作用。你比如说那个特朗普上台，如果是真是贸易制裁中国的话，那香港的机会可能就来了，那我是这么看啊。那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说那个当然会总体上是中国越好香港也会越好，但很多时候或者说有不少时候中国不好的时候香港可能就好了，那因为为什么它的利用价值高了，那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它的地位和作用这二十年来没有大的这个很大的变化。那么还有几个变化呢，也可以看得出，那个第一个，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当初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香港问题，还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他是为台湾来设置一国两制而在香港先实践，对吧？但是这二十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目的是不仅没有达到，而且是副作用啊，越来越离越远，对吧？越离越远，当然很多人就会问了，为什么？这是另外要讨论的话题，对吧？为什么？那个可能就是那个一国两制的这个原来的设计和实践过程当中那个有距离嘛，那有距离这个当中就是有些跟我们的这个原来的想象有变化，比如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现原来我们理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的设计过程当中，除了外交国防是北京管，
还有他的官员的任命，最后要北京批，其他的都是你香港自己高度自治，其他都你自己管，对吧？包括什么民主方案，包括什么那个你的民主选举，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对，但是去年的这个不是去年，2014年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基本上又重新做了一些解释，对吧？高度自治不是全面自治，对吧？那个高度自治，那个也不是那个中央不能自治。那么这样的话，对高度自治的重新理解呢，就起码我觉得在这点上是一个解释上的变化。嗯，那么这种解释上的变化也导致了实际存在操作过程当中，那北京对香港的那种管理治理的那样要更多的介入。我记得刚刚九七回归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那些各个地方和部以上的这种官员以前出国都可以转到香港回大陆，那个时候希望那个井水和河水不要互犯，就甚至于很多不能转到，不能转到。那当然现在是就是很那个自由行啊什么越来越开放了。那么这个变化，我们现在不评论啊，和平先生，我们不评论对错，这就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但我们不评论对错，因为什么？北京的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中国的现在的实力和过去20年前不一样，因为他为了保证香港的那个平稳过渡，对吧？要需要一个制度设计。那么这一点是做到了，这一点做到了。那么包括香港，我刚才也讲了，它的繁荣和它的安全基本上也保持了。你说香港不稳定，战中的时候这种状况有这种状况，但是我觉得总体上香港还是因为有法治还是稳定的，即使战中出现的这种情况还是稳定的，对吧？这是第二个。当然第三个，香港原来的那种商业的香港现在越来越变成政治的香港，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为什么？自你的基本法的设计过程当中有香港的民主化推进，从2007年开始的这个政治改革政改，慢慢实行那个普选制，到那个2007年最后是流产，因为北京的要求和这里的这个自由派那个泛民主派的这个期望是有冲突，最后方案通不过。但是到2012年的时候，那个北京也有一些分歧，民主派之间也有分歧，那么实际上是部分推动了这个政治改革。比如说他有5个超级区议员是全民投票选举的，比如说他原来的60个立法会议员扩大到70个，扩大到70个一半是这个他制度内选举，还有一半是开放给全民选举，那就是增加了全民选举的这个量嘛，对吧？对，那最近这一次那个由于候选人的门槛问题，最终一人一票选特首就没有实现。那么那个不管怎么说，这样几次的政改的过程推高了香港的这种政治热情，那么所以香港的商业社会在向政治这种社会，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一直说香港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完善的资本主义，对吧？资本主义它的自由法治那个都存在，那生活方式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很大的在政治这一块民主选举上它是缺失的。对，那么这也是一个变化，从商业到政治。还有一个变化，就它的这个
政治架构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原来只有泛民派和建制派，现在又多出了一个本土派和港独势力。对，那么虽然现在这个香港主流社会认为这个势力是不存在的，有夸大的成分，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不这么看，因为这个你跟这个整体香港那些变化那个是有关联的，因为那个有不少香港人是不满意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说他对这个一国两制的实行状况不满意，那而导致的他对这个那个中国这个这么一种感情上的这种背离是有一定基础的。现在相对来说对港独的问题就是那个经过打击以后现在相对比较稳定，但是你要记得港独从2014年战中开始一直到立法会选举立法会宣誓当中到了登峰造极的那个地步，它有一种社会气候在配合，那么不是北京出手释法把在那个立法会那个宣读这个港独的那两个立法会议员给打了下去，这股势力如果说到现在这个增长的还应该还是我觉得会是蛮强的，因为它有组织纲领，对吧，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所以现在这个情况的变化并不是说问题解决，只是从原来的显毒变成隐毒，一有机会还是会出来，所以他这个整个政治力量在发生了一个变化啊。那个第四点是整个政治架构的这个发生变化，就变成了一个本土激进的港独和那个比较温和的泛民派以及建制派这样的一个政治架构。那其实这个里边我一直在推动的还有一个在整个政治架构当中现在还没冒头在蠢蠢欲动的另外一批人，就是叫做新香港人，就是像何平先生你是新外来移民到美国去的，那个有很多外来移民到香港的非本土土生土长的海外回来的大陆回来的这些批人呢，都是各个层面的精英，比如说金融、法律、媒体都会有这些人的声音，包括学校、大学都是外来者，因为香港是个移民社会，但这批人呢，那个至今没有在政治上冒头，他们可以参与投票，或者说那个甚至于对投票的兴趣都不大，那个但是很少有人直接参与出来选立法会议员，甚至于是说要进入政府体制内，或者说这个怎么来服务市民，还没有。但是这是一批未来的，我认为是未来的政治精英，因为他们是在业务上一定是精英，所以整个社会的这个政治结构未来也是会发生变化的。那这个是20年来我所看到的。那第五点是什么呢？就是非常遗憾的，那个基本法当中设定了循序渐进推动香港的民主发展，但是除了2012年香港的民主改革政治改革有一小步的发展以外，2007年流产了，那么2014年那个战中以后的这一次的政改也流产了，那这个是跟基本法我是觉得是没有那个这个一个变化，没有按照基本法循序渐进能够实现和推动的，这个五个变和五个不变是我这个对20年的这个一个思考。那么这个里边呢又会讲到未来怎么看，未来香港一国两制到底还会不会继续下去，这是一个。对，我们能不能这个季先生现在是你在做这个香港政府工作报告了。我们现在需要把你打断一下，人家说要不是你主持人怎么回事，怎么要放赠这个季顺民先生做政府工作报告，
你要知道我们的观众啊，对香港的情况了解的是有深有浅，那大众媒体我们必须浅点，所以这个为了怎么发展，我们放到下一个阶段，我们还是在变和不变之间呢，站在我是一个浅的代表啊，浅的代表来讨论一下，就是说我们关心的几个点。因为刚才你是讲的比较系统化啊，这是因为你长期观察的一个结果，但是作为一般的观众来讲呢，他希望需要一些点啊。当然从大的方向来讲，你讲的很对，就是这个二十年有一些情况是人们预计到的会有一些变化，因为中国大陆毕竟在这里驻军呢，毕竟在这里是掌握了外交啦，哎，这么多商人毕竟跟中国大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啦，对吧？香港自己本身也在出现了分化过程中间，有的人是那么的亲共，有的人呢可能走向了另外一些这个角度。但是呢，没想到的是有几个东西是有趣的，或者是当时估计的没有那么好玩啊。比如说香港原来在这个九七回归之前，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自由的一个避风港，对吧？那么到了九七年以后，慢慢给人的感觉，它这个自由避风港在下降，变成了一个资金的避风港。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资金不那么保存，或者不那么容易流转的时候，香港成为了一个流转站或者一个避风站。哎，这些东西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当时也有一些老百姓跑到香港来开银行账号啊，或者办一个公司。其实后来证明了，这都是小打小闹，真正大打大闹的。就是像萧继华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长袖善舞的这些大商人啊，包括这个郭文贵先生也是在香港有很重要的商业发展。更不愿意说呢，就是各个省市的，当然主要还是中央的这些所谓的太子党、红二代或者是高干子弟，对吧？那么萧继华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想问的问题是，对这种资金的这个避风港的这个地位有没有影响？是不是有一些商人或者太子党害怕了，跑到日本去了，跑到加拿大去了，或者跑到美国去了？原来的这个资金的避风港是不是地位也在改变？那个到目前为止啊，我是觉得，萧建华这个案件啊，其实不是偶然的，就是那个萧建华的这个案件，这样类似的事件在香港不是单一的。在前面有铜锣湾书店的事件，但是铜锣湾书店的事件，包括萧建华的这个事件，还没有人承认。那个铜锣湾书店事件后面有一个人承认他是被里面抓的，但他没有从香港绑架过去。对，他是到大陆去探亲的时候被被抓的。那萧建华呢？那是那个被从那个望北楼带走的。但是也没有人证据可以显示他是被带走的。但我手上有个很典型的案子，我在《明报》也报过，在《明镜》上也报过。那个是一个商人，而不是政治，涉及到政治问题。商人被从家里带出去，带出去为什么会是一个这个是一个铁定的案例呢？因为他是两夫妇一起被带走，但是太太不是案。你最后只能把他放回来，那就是一个人证，他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恐惧、恐怖的这个事件。那么其实，我当初在写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查了，网上还很多，只是原来大家并不把它放到一个蛮重要的位置上，就觉得这些个别的案件对我没关系不大。其实萧建华这个案件对香港人的冲击也并不大，因为他会认为你是内地人，对，不认为他是香港人而被那个被这么被捕的。那么这个情况实际上不在于他是不是萧建华那个是内地人被抓，而在于一国两制本身一个法律体制啊受到了冲击。这个法律体制受到冲击才是最要命的。对，对吧？就等于说，你原来有个保护伞，因为里边的那个涉案，或者说里边的一些状况，你可以受到香港这个法律体制的这个保护。但是现在这个保护伞被戳了一个洞，
他随时可以把手伸进来把你拉走。因为我记得我曾经也做过一个报道，我专门写过，是两个在内地的犯了那个毒贩，但他是香港的一个台湾人。那结果呢，那个他的证据是在哪里取的？是在香港取的。就是说他们在一个有一艘珠海开到香港的船货船上，说是在这个货船上发现了200多公斤的海洛因，然后货船又开走了，那么只有用这个海洛因把他们在里边的两个，一个香港人一个台湾人抓了，抓了以后呢，那个然后判死刑。那关键我在调查当中我就发现这个证据是怎么取到的，最后我发现是内地的公安到香港以后，通过香港的海关和警察配合，把那个货柜打开，拿出了这个毒品，然后这个船和货柜又放走了。如果按照香港的法律，或者其他国家的法律都是这样，你这个货船上、这个货柜上有犯罪的证据，你这个货柜和船证据都需要扣留的，全部放走了。放走以后呢，但是他们拿回去以后，在内地呢就用这个证据来判刑。那么台湾的那个家属呢，写信给香港政府说，这条船上收了这个证据，把我丈夫判刑了，到底怎么回事？但是这个办案不是香港政府办，香港警察给他回复说，这个船上、这个货柜上没有发现毒品，货柜上都已经走了，这个不是很搞笑的，对吧？那后来就像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这发生这个情况？你香港拿的证据，香港警方竟然不知道？最后我去采访去调查才知道，其实是内地警方到这边办案，拿走了这个证据。那香港警方呢认为你办案我就不记录了。他过了几个月换人了，那有人写信来问询问新换上来的资料没记录，就说没有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就是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原来各司其法的这么一个平衡被打破了。嗯，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要命的。但这些事情呢，我查了资料，甚至于在回归以前都有这样的状况，有人被公安押送着那个到香港，在香港的家里拿了证据以后押回去。所以这个呢我刚才没有细讲，因为有很多是个案。第二个，回归前都有这种情况，那更何况回归以后，这个内地的经济发展它越来越强大，这种公安的这个办案、跨境办案，就是变成根本没有约束，那跟着没，它只是那个这个事态的比以前严重，还不是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像萧金华这种类似的这种商人就开始有一点想拆离香港了，不是忘北楼了，是可能要到日本去忘北了，或者是到加拿大去，或者是美国去遥望这个太平洋彼岸了，是不是这样？对，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香港原来那个安全岛，尤其是大陆富豪的这个在这边的避风港和安全岛，这种功能在减弱，不能说消失，在减弱。因为我所知道还是有些在内地有案在身，或者说有些麻烦的在香港待着的还是有那个。但是望北楼据说这个萧建华事件以后，那真的是树倒猢狲散，不少那个富豪都撤走，有一个选择，就是去了台湾，有不少是去了台湾，那个啊，但是现在香港其实还是中国大陆富豪的一个集聚地，有很多场合，像那些上流社会的一些活动，那些富豪都会在那边聚会，甚至于他们在北京半年碰不到一次。到香港经常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可以聚会，但那些富豪为什么？香港还是有很多经济机会，
商业机会，就那些富豪有钱人还是喜欢在香港，毕竟他的商业自由是全世界第一位的经济自由度。对，尽管出现了铜锣湾事件和萧金华事件，香港仍然被列为世界上最有自由的城市之一，对吧？好像还是最顶尖的，排在最前面。对，嗯，对，它目前为止还是最自由，最自由就是因为它有法治 做保障。对，但是这个，对，但是这个法治，你刚才已经讲了一些被破坏的这个情况，尤其是因为法律的最高的解释权，本身香港是它的就是真审嘛，对吧？对，啊，而且，而且现在那个回归以后啊，在加大两地的司法协助的这么一个力度，就是因为两地是不同的司法体系嘛，那么有些案子涉及到跨境，它需要两地那个要有司法协助。这个里边呢，其实问题也很大，需要不断的磨合。现在已经出了四个加一个，最近刚刚出了一个婚姻的这个安排，对吧？两地的就是，比如说你的通婚，两地的这个财产分割，有一地判了，另一地就要认证，就要承认。对，但这个问题也会很大，因为中国大陆也涉及到很多司法腐败的问题。对，那我前段时间，那个我们也有港商跟我们投诉，我也写了文章，在民警也登了。那有些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就法院做了一个调解的判决，就把他资产剥夺了。那么这个里边就有很多内地的法院判决，这个司法的证明，香港必须要民商事必须要承认。那你那边有很多这个司法腐败产生的司法文件、司法证明，变成香港也得接受了。哎，恰恰香港现在到内地去的香港的一些司法文件和司法证明，香港司法部审核了有400多个，10000多个律师当中有400多个委托律师公证人，那些证明只能有这些委托律师提供，然后他还有中国法律服务公司审核盖章以后，才能递交给内地司法去进行那个使用，就是说在香港去内地的证据是有防火墙的，而内地过来香港的证据是没有防火墙的。那这个里边呢，就是还是会有落差。你包括我手上现在有一个案子，也是它涉及到那个上海的花旗银行大厦，也是产权纠纷，那么在香港告了以后，对方又在内地告，香港他打官司打输了，对方又在内地告，那这边就告诉内地，香港已经打赢了，产权确认了，内地不能开庭，内地确实也遵照法律停了下来，但是这个里边呢，他把他的那个财产诉讼保全了，他诉讼保全的财产他就不回给你，不还给你。一直到现在这个2年了都不回给你，那你就问题就在这里了。香港提供的证据，香港被判赢的这个那个产权到大陆内地怎么执行也是个问题，所以这个里边都会有很多磨合的这个问题。对，那么其中发生这个铜锣湾事件和萧金华事件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跟两地是不是没有建立这个引渡条约有一些关系？你比如说萧金华啊，如果他涉及到中国大陆比较严重的这个犯罪，对吧？那么中国大陆没办法通过正常的途程序来把他引渡回去。比如说像铜锣湾事件，假如中国大陆认为这个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对吧？他没有一个办法就是惩罚他们想惩罚的人啊，那么他们采取强制的手段。来反而制造了巨大的这个负面的政治效果。我不是说铜锣湾要处理，我也不是说萧金华要抓回去，而我只是说在两地的司法中间有没有讨论过啊这个引渡的条约的问题啊，就是双方的这个司法协作啊这种障碍是不是这个基于两地的这种司法的专业性独立性相差实在太大啊，相当一段时间没办法接轨。是那个何平先生，我觉得你
你思考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香港那个回归以来一直没解决的是一个二十三条的立法问题。二十三条立法呢，就涉及到一个这个对国家的啊什么那个国家安全的这个法律问题。就是原来我也在想，香港法治已经相对健全了，那么为什么香港人不太愿意要立这个法？就这个里边就是牵涉到，就是说政治犯啊，或者说那个我不是很清楚啊，是不是会有一种在内地如果犯了一些政治问题，也可以用这个法律来处置。但是我就觉得涉及到两地的这个司法协助的这个相关的法律啊，应该还不够健全。不健全反而对香港人没有保障。对，你比如说就像你说引渡没有这种引渡，或者说通过香港的这个法律或者警察来一起合作协助解决这些问题，那没有这个，那他就直接抓人，偷偷的抓进去，因为他现在有这个能力来这么做。那么如果说有相关的法律的话，那么你中国大陆的这个警方公安要在香港执法，你就通过相关的法律，通过相关的香港的这个警方的有些规定合作一起来做，那说不定香港警方会按照香港的法律，就像铜锣湾书店那个事情，按照香港的法律完全不可能去治他的罪。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可能香港警方还可以提供一些相对提供一些保护在那里。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原来我也就觉得就像二十三条立法啊什么那些，你列了以后，因为两地的意识形态不一样，那变成香港会不会有政治犯这么一个情况。那其实这些东西列了以后，或许对一般的香港老百姓还是一个保障，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再探讨的。